Hello，我不是剪了这个头发，很多人说怎么打理，尤其是刘海，在护肤的时候怎么办？哎，这种刘海贴片就很不错，因为它就不会有什么夹痕。然后呢，我就给它拨过来，先把头发分上下两区，简单的用抓夹先固定一下，就这个长度，我觉得就直直的就挺好看的，帮我轻轻内扣，就是稍微这样子夹弯一点就行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不要夹得太弯，会很土。后面的头发夹起来。这个上面的部分也是一样，这样子给它往内扣，就是最贴近脸颊的这一边头发，一定要这样顺着往这个方向过渡一下，顺着相反方向拉。就到了最重要的部分。刘海，因为我的那个直发现在才十几天，它完全没有脱落，然后这个直发打理呢，就是把所有头发都这样聚着，然后就夹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要夹，就夹这个根部，然后把这个。然后吸紫苏梳顺就好了。刘海就差不多完成了，但是你看头顶这样就很丑，因为我不能染发。但是你们一直这样分线的话，也很容易就是中间会秃秃的，所以分个 Z 字，拿这个直板夹，这样子反方向轻推，这边也是，靠近脸颊的部分一定要加深包裹住脸蛋。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